Hello， 大家好，嚟到《搞讲超联》咁啊，阔别咗一个礼拜，又有少少休息咁样啦，咁所以就今日做完联赛，咁啊，李文对住杰志嘅比赛就即刻翻嚟屋企咧做呢条嘅赛后评啦。咁啊，都知道咧，有啲球迷会问咧，就话喂，苏鸡，上个礼拜又系咪好忙碌咧？系嘅，冇错，有时真系忙碌到咧一个地步，系个人嗰、那个。直头冇晒电咁样样咧，即系好谢嘅，咁啊烂声添啦，加上我记得上个礼拜咁啊，所以咧就唔系一个好嘅状态，我都咁，所以就选择休养啦。咁休养到今个礼拜个状态好翻好多啦，咁啊即刻咧就做完呢场联赛直播，就即刻翻屋企即刻做呢个赛后评啦。咁啊，今日呢场波啊，肯定系绝对嘅大战啦，李文主场对杰志，咁啊有免费直播嘅，所以咧今日嘅安排就打算嗰个比赛嘅过程咧就省强唔讲太多啦，因为大家可以睇翻个免费嘅重播嘅，都冇系有嘅，咁然之后喺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系已经分享咗好多自己嘅论点嘅，咁所以咧亦都不妨睇翻重播。咁可以聽到我好多論點，咁賽後評主要係講翻個別球員嘅表現啦，咁同埋我喺比賽裏面發現到一啲嘢啦，可能比賽裏面有提過下，咁喺度再深化再討論一下啦，咁所以就講起場波之前，先呼籲大家一下啦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撳翻個鐘仔 ，share 出去啦，咁啊講下 comment， 你對呢場波啲咩感受咧？咁啊like 翻呢條片當然係唔少得噶啦，咁啊即刻去。看看呢场波到底发生啲咩事呢，即系睇下啦，两队嗰个出场阵容啦吓，咁啊其实咧就李文方面咧系排一个三中坚嘅，徐宏杰啦、冯庆华啦、余伟廉啦，右翼位就系黄俊浩啦，左翼位就立花灵也啦，中场就迪高搭住颜乐峰啦，攻中就阿哥斯达啦，箭头就系基华尼顿搭住艾华顿嘅。杰志方面啊，就比较典型佢哋会用嘅4-3-3啦。咁就艾里奥达、周元德中坚啦，罗之俊系右闸啦，费兰道左闸啦。跟住然之后就巴尔拿就防中啦，基尔顿搭住米基尔啦。跟住然之后前线就系文尼亚斯正选，潘佩轩右翼，明加索夫系左翼。两边门将就是袁浩俊同埋保罗啊，一个88号，一个86号。咁啊，呢个就系关于出场阵容。我想讲排阵方面咧，已经系我谂晓明 sir 系有参考到 Ricky 喺银牌里面对杰志嘅嗰个形式或者系嗰个谂法嘅。如果唔善忘嘅朋友对我嘅片应该之前睇过嘅话咧。應該記得我去講傑志對南區嗰場7-0嘅比賽裏面咧，我提過一樣好重要嘅重點，就係點解南區嗰場會輸咁多，然之後點解銀牌嗰場會輸咁少，分別就係在於三中堅齊唔齊人啊。7-0嗰場南區咧係冇三中堅嘅，得兩個中堅嘅啫。然之後南區上一場銀牌咧係三中堅嘅，齊翻人嘅後防，即刻逼到傑志要打加時。呢場李文三中堅嘅，我喺直播裏面提過一樣嘢，我唔知道我估唔估得中啊！如果曉明 sir 你有睇嘅話，可以留言話俾我聽，我估唔估得中啊？我自己估嘅啫，就係每逢李文打大戰或者係好關鍵嘅戰役嘅時候，而同時覺得自己嗰場波係 underdog 嘅時候，就會排三中堅啦。尤其是啊，即係呢場嘅話咧，相信會係。呢兩隊嘅對碰相信會係今季港超嘅一場直接嘅競爭頂上嘅對決啊，咁所以我會係咁樣估，再加上上場傑志對南區嘅參考之下，更加大嘅引誘同埋動力推動李文會踢三中堅啊，呢個係我自己嘅諗法，我自己估啦嚇，咁所以見到係成功咯，係成功咯，我喺個比賽裏邊一路提就係話李文在那个布防方面呢，尤其是在两边的布防呢都做得很好。要比赛流程我都是不太交代，大家可以看看。我就个别拿球队的表现来讲，讲一下李文那边的表现先。其实呢球员表现就这样讲，其实呢李文呢今天是用了黄浩俊、余伟廉，然后再加上中场的球员一起轮流包抄明加索夫，所以令到明加索夫呢，他今天左翼上半场对着黄俊浩等等，其实是很辛苦的，不过也赞黄俊浩在阵上的表现是很好，但是呢
每一次咧都面對住兩個人嘅包抄咧，明加索夫縱然係超班，對住兩個人包抄咧，其實咧都唔算話好差嘅，但係咧佢同隊友嘅呼應就好少啦，而影響到呢個情況嘅就係因為今日文尼亞斯係正選，而唔係丹恩奴域。文尼亞斯明顯喺個比賽裏邊咧係見到同隊友之間嗰個呼應配合係唔好嘅，大家冇乜互動啊。在上半場見到文尼亞斯好似係咪非正式統計咪四次越位定五次越位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傑志前場居然開個只有個前鋒係越位成四至五次嘅，喂佢唔係背身攞波越位，佢係向前衝，然之後佢唔知道自己喺邊度，然之後越咗位，即係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顯示到傑志喺禁區頂嗰個組織係唔流暢，冇乜互動嘅，即係其實進攻上邊。俗啲講，或者簡單概念講，打少過文尼亞斯就係呢個問題啦。嚇、喺上半場見到嘅，咁同時就係你文一隊嘅中場嘅發揮係相當之不足，即係相當之好好嘅，其實都不足都算保守咗。納迪高咧，雖然大家都話佢身好重啊，而家係嘛，但係呢場明顯見到個步頭好 sharp， 跑落去咧，即係唔覺得好笨重啊。同樣情況，顏諾峰都係之前嘅比賽喺港隊嘅比賽裏邊啦，甚至乎即係我諗，如果跟開有睇片嘅都會聽過我提過話，無論迪高定係顏諾峰都好，我感覺佢哋之前嘅狀態真係唔好，跑到喺步頭好立好慢嘅，即係唔係巔峰狀態。嗱呢場見到出嚟，我見到佢啲步頭啊、跟防啊、對方一拎波之後就埋去逼埋去搶嗰下咧，個步頭明顯係快。所以個狀態明顯不同了，即係上翻去一個比較良好的競爭水平，所以呢個是值得一讚利文中後場。咁另外呢，有一個點是我認為利文咧都係值得讚的，係我之前冇乜特別留意到有呢件事發生，但我今場咧係好具體地留意到有呢件事發生，就係大家睇緊重播見到就係袁浩俊佢開龍門球咧。他是會故意開去立花靈也的左翼位的位置去攞波，而那個位置上邊立花靈也去跟對方的中場甚至跟對方的右閘去爭頂的時候，原來咧成日都拎到空間，成日都拎到一些持球的空間喎，即係頂到波俾隊友之餘，或者自己又拎到波喎，咁養成了一樣點樣嘅戰術上的優勢咧，就是話如果高波去到中圈附近位置。對方的右閘上來跟納花靈亞爭頂，納花靈亞頂贏，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就造成了傑志在個右閘上的真空位置咯，因為右閘上來嘛，然後上來之後你跟納花靈亞爭頂爭輸了的話，那個基維尼頓就可以利用你身後的位置咯。這裡呢就是一個這樣的佈置，看到今天羅子俊跟納花靈亞爭頂，甚至其他基爾頓也好潘佩欣也好在那邊爭頂，喂明顯見到納花靈亞搶極都贏的喎，啊佢個制空係幾好的喎，咁所以咧就令到李文喺基華尼頓嗰邊咧，其實係幾多嘅進攻嘅空間啊，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個安排部署上邊其實係即係應記一功啊，見到因為唔係偶爾發生嘅，我見到袁浩俊係好故意開去立花靈亞嗰個位嘅，咁所以。如果再講多次，如果曉明 Sir 你有睇影片嘅話，我想你解答一下我嘅疑問，係咪真係咁樣做嘅咧？係咪引對方嘅後衞出嚟嘅咧？嚇，我都好想，好想探討一下呢件事，但我見到有咁嘅效果咯。咁如果係真係故意咁做嘅，真係話好嘢咯，只能夠講好嘢真係。咁另外再提就係、是、艾華頓嗰個世界波冇得講，即係你見到佢好細嘅動作，然之後就一 chip， 然之後就一個。弧形的拋物線咁粒去個尾柱度，咁呢個就過去在東方的比賽裏面對住對住傑志啦，都射過差不多的世界波出嚟啦。咁又係即係拍爛手掌的波嚟嘅呢個波。跟住然之後啦，就係、是、基華尼頓交了很多巨喘繞力的一些一啲進攻啦。咁陣間講球員表現的時候再講啦。咁所以整體咧，李文咧就係、是、憑住佢哋中後場，因為佢哋今日的布防都是中線。一過中線就逼噶啦，咁佢哋喺中後場嗰個緊密度咧，去到建立咗一個好嘅優勢喺上半場。咁基於建立咗咁兩球優勢之下咧，去到下半場咧，縱使傑志
大量圍攻都好咧，都唔容易撕得開對方嘅防線。講下傑志嗰邊啦，我睇到有球迷啦，唔少球迷都有講就話，朱 Sir 唔識破密集，傑志唔識破密集，要面對對方嘅鐵桶陣嘅時候就搞唔掂噶啦，唔識做嘅，話咗好多年啊咁樣。我想關於呢個話題上面，我想探討嘅就係、其實坦白講，世界上我數唔到有幾多個教練係好有方法破密集嘅。我都睇波都，但我年資真係唔係好耐啊，睇波大約20年到啦。由以前到而家，而家仲要係好細緻地分好多足球概念，到而家都好啦。我睇唔到有咩教練係能夠哇好有把握嘅破密集嘅，一咁做咧就掂噶啦。強如哥迪奧拿都好，我都唔認為佢哋話破就破到。雖然佢哋好強啲人，但係都唔係話一撳個掣就得，或者係用邊個就得。所以在基於呢個話題上邊，我認為呢個講法咧站唔住腳嘅，就係話唔識破密集。我覺得因為密集呢件事咧係好相對嘅嚇，即係人哋咧企到咁密咧，你喺球場上邊個空間就係咁多，你用得幾多方法啊？你幾好扭都冇用嘅，有時嚇可能遠射啊，或者係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有好多人答到用啲乜嘢方法去破密集，但係有幾多情況之下實行得到，然之後又成功嘅咧？即系睇唔到系一个好容易去面对嘅一个课题咯，破密集。我相信全世界嘅名帅都面对紧呢个课题。好啦，继续讲翻杰志嗰边啊，即系我唔系话帮佢，唔系话帮阿朱 Sir 讲嘢，但系我觉得咁样去归咎佢呢场嘅落败咧，就唔够客观咯吓。好，咁讲杰志嗰边嘅整体啊，杰志今日咧就整体方面咧，我认为就打法差唔多，但系嗰个前场嘅互动太少啊，尤其是禁区顶。我喺上半场直播嘅时候提到一样嘢，就系好重点嘅，就系话讲到喺禁区顶，杰志停波嘅时间系尤为少嘅，只系得明加索夫喺自己边度楞嘅咋。右手边潘佩轩都唔系太多机会可以上到脚。文尼亚斯就更加，我头先提过文尼亚斯好多时候系越位，即系话咩啊？如果好多时候越位嘅，即系代表咗其实佢根本喺禁区顶冇机会攞波，或者喺禁区顶佢唔选择背身攞波。喺呢个前提底下，佢系冇办法同队友做到咩互动嘅。如果大家唔是忘，应该记得啦，丹奴系点样背龙门踢波啊？丹奴嘅背龙门踢波系背住个人哋嘅手围，然之后禁区顶掹咗波之后选择转身。或者選擇彈翻後同隊友做啲 one two 咁樣樣噶嘛？呢啲先係真正嘅支點能力啊嘛！文尼亞斯我佢又可以跳頂嘅，但係睇嚟佢呢方面嗰個意識唔係咁突出喎。暫時睇要啲時間再觀察一下，睇下同隊友再 friend 啲熟啲會唔會好啲？暫時睇未係好好，即係見到佢不斷走啲直線叫隊友俾直線咯。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我諗唔係一個傑志想要嘅一種踢法嚟嘅。對於阿文尼亞斯嚟講。好，跟住落去就中場方面三二，中場方面三二嚇搶型都好搶得，覆蓋面同埋控制力都仍然都係交到出嚟，但係佢哋今日都係面對咗個比較難以向前推進嘅情況，尤其是其實米基爾啦定係基爾頓，你發覺喺比賽裏面其實佢哋都情緒波動都幾大，都躁躁地嘅，逐啲講點解呢？就是因為其實李文在個防守方面拍埋嚟嗰個時間好快，同埋都比較多時間用身體對抗去同你硬碰硬噶，同你硬嚼噶。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就會令到米基爾又好，你基爾頓又好，都踢得幾辛苦下嘅。咁尤其是一過咗中線，當巴爾拿將個波一運上嚟嘅時候，上一俾前邊阿基爾頓啦、米基爾一背身攞嘅時候咧，哇！迪高顏洛峰我就拍到啦，就唔係矛啊，即係就拍到就困你噶啦。咁你咪攞波攞得好辛苦咯，你唯有回翻後咯。咁你咪令到傑志向前嗰個流暢度咪不足咯。所以就有呢個情況。嗱，去到下半場就因為已經領先兩波啦，李文，所以其實佢哋基本上理論上必然咧係都縮翻曬後噶啦。咁傑志整體上邊就控制曬大局，但係攻唔入，咁冇都其實見到佢哋辦法都唔係好多，咁啊高波掟埋佢咯，咁所以艾利奧啊執到球咯，咁嗰球係咪越位就我就冇辦法去判斷啦，因為我就
冇鏡頭可以交代到，咁可能有越位嫌疑啩，只能夠咁講啊。咁另外就有好多球迷都有提啦，就係話下半場李文都哇好多碌地沙，好多拖時間喎。咁係嘅，咁你一場咁嘅大戰，你如果攞到咁嘅優勢，尤其是李文要清潔之一，我相信唔會太多球迷爭議，就係清。即係牌面上稱低一半班左右嘅，都我諗大家都未必會反對，所以李文喺呢度拎到兩球優勢，其實佢哋係絕對係一定要咁樣做先得嘅。即係如果佢同你哇，即係好正氣咁樣同你啊繼續開放鬥功啦，其實佢係唔著數嘅，對佢嚟講一啲好處都冇啊。所以其實佢哋會用咁多呢啲規則外的方法去浪費時間去消磨對手，我覺得是可以想像咯。但是我又覺得他們這樣做其實也沒有減低到整場球的可觀性，我想有入場的也好，有看電視直播的也好，整場球的張力都很足夠，有火藥味，有靚波，大家拍埋去，即係防守都是很硬淨的，大家搶球很落力的，踢得其實都幾有質素的。我認為整場球的質素都相當之不錯了。去到下半場結之入到一波之後，即係冇辦法再攞多球咧，咁啊，即係叫做事與願違咯。但我認為當然啦，即係李文啦都打少個啦，係咪？卓雲嘅紅牌啦嚇，咁嗰個紅牌我覺得爭議唔大嘅，中間啦 ，last man 啦，明顯破壞有一個進攻機會、入球機會嘅多數咁樣啦，明顯破壞入球機會啦，咁都係紅牌係好合理噶啦嚇。咁打多個嘅傑志。在呢度我諗要解決嘅就係佢哋嘅中鋒問題啦嚇。雖然之後丹奴入咗嚟之後都有改變到成個場面嘅，但係我諗長遠嚟講都要睇下文尼亞斯嗰個質素係去到邊度。暫時睇同丹奴去稱咧，似乎爭啲嘅啊，爭啲嘅。好啦，跟住然之後就最後就講埋啲球員表現啦嚇，逐個球員可以探討一下嚇。咁啊。另外咧，講球員邊之前講埋球證啦，好多人都有談論球證啊。我認為球證就即係喺控制尺度方面，喺個比賽裏面係攞得都即係即係有時一時一樣咁樣啦，即係其實因為有啲波，咦，到底嗰個判斷係咪咁嘅咧？或者係到底嗰啲落腳呢個俾嗰個唔俾係咪咁樣嘅咧？或者係夠唔夠公道咧？咁樣咁呢個真係引起好多嘅討論。好似李文第二球咁樣，嗱嗰球波咧又係問號嚟嘅，唔知道球證可能判斷得好啲，我哋就判斷唔到啦。但係到底嗰個波就係阿哥斯達到底係踢波先啦，定踢到阿羅子先咧？唔知道噶。咁但係之後就引發咗個入球出嚟啦，咁就所以就令到好多人談論啦。咁另外仲有好多掃啊、踢啊、拉啊嗰啲咁樣喺個比賽裏邊都有發生，有見到嘅。咁就有啲有俾啦，有啲冇俾啦。我見到有啲係應該要俾嘅，但係又冇俾到喎，咁樣嚇。咁我覺得有啲就未必要俾嘅，但係又俾咗喎，咁樣係有呢個情況嘅，見到嘅。咁但係就咁嘅球證，我哋冇得控制嚇。好啦，講球員表現，講下傑志嗰邊先。保羅就輸嗰兩波冇乜嘢可以做到啦嚇。嗱，第一波世界波，第二波人哋就走去個尾處度，冇咩嘢可以做到。咁所以亦都係。冇乜好怪佢啦，輸嗰兩波。羅子俊咧，今日其實就受壓噶，因為見到佢俾基華尼頓挑戰啦，然之後頭先我提過啦，話啲高波掟去佢嗰個位針住嚟踢啦，咁都受壓噶，見到係踢得都比較辛苦啲嘅，咁所以我諗對於佢嚟講，復出之後面對一場咁嘅波，佢自己話踢大戰係好 enjoy， 好想踢嘅，咁但係對於佢嚟講，一定係 not today 噶啦，即係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噶啦，今日就、啊好，跟住然之後就後防繼續講埋落去就係、是、費蘭道啊，費蘭道喺嗰邊，佢去到後段咧已經壓咗上去踢噶啦，都幾多時候參與嗰邊度進攻嘅，咁但係見到佢嗰個體能都差唔多，都冇乜。但如果你話喺上半場嘅話咧，我見到費蘭道都唔係好多用波嘅機會，都有時候掕上嚟咯，但係嗰個防守唔好啊。因為防守不好咧，佢一個位置係直接面對艾華頓嘅，咁所以其實係艾華頓係恰到佢嘅，係可以完完整整地去剪壓佢，咁所以我覺得係喺呢個位置上邊，可能呢場用費蘭道咧就未必係一個好選擇啦。但如果你話傑志進取啲嚟講，佢用費蘭道，你冇得話佢錯嘅，佢進取諗法啊嘛，佢係
強調要組織同埋要進攻嘛。咁佢用費蘭道係幫咗佢哋組織進攻係冇錯。咁但係問題係，如果你單對單嘅艾爾頓係直接挑戰佢嘅話咧，你要其他隊友幫到佢手先得咯。如果唔係你俾佢直接挑戰嘅話，就好危險咯。在個比賽裏面見到咯、啊、然之後就艾利奧特周元德，周元德明顯係好似咧呢場咧有少少感覺上邊咧少少考驗啦，即係對住基華尼頓呢一類嘅球員咧係會好下風、啊、因為咧艾利奧大家都知道覺得應該都唔係好快的球員啦，係咪先？但係周元德咧就似乎佢個轉身慢咧。同埋嗰個判斷咧，係會影響到佢個速度更加差。即係如果就咁大家鬥跑嘅話咧，可能周元德未必好慢，但係問題係佢個判斷同埋個反應啦，轉身嗰下咧唔夠快咧，就恰到你咯。啊，呢下我諗佢自己受教訓啦。即係呢場波，去到下半場有一球都俾基華尼頓明給佢嘅，即係其實係都相當之難睇噶啦嚇，即係明嚼佢啦，單對單咁冇辦法啦。基華尼頓都真係快。好啦，跟完之後中場方面，巴爾拿我唔明點解咁早換走巴爾拿，係咪因為嗰啲外援嘅名額？因為我當時真係冇特別去計啊。咁我覺得文尼亞斯應該早啲走啦，同埋換人嘅時間都係傑志方面換人嘅時間，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商榷。五十分鐘就換人，咁點解唔中場換人呢？我不清楚了，這個就即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好奇，因為我當時直播提過一件事，就說我估60分鐘換、啊、你下半場下來踢多15分鐘行不行？不行、啊、換人、啊、但下半場下來踢5分鐘就換，那為什麼不早點換呢、啊、你等個球員多點準備嘛，是不是？還是球員其實是他正在準備的，即他需要多5分鐘熱身，然後去到其實他想半場換的，但球員熱身不夠，然後他就用多5分鐘給球員熱身，然後就50分鐘換，是不是這樣呢？可能會是這樣，不知道，問下朱蛇先知道，我都不知道、巴爾拿咧好早換走啊，我覺得啊，基爾頓今日其實都掕波掕得多噶啦，其實佢都一路發揮緊自己嘅，但係可能隊友方面未必同佢有太多呼應咯，令到佢冇辦法，有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咁啊唯有回翻後邊。其實去到後段咧，70多分鐘嗰段時間咧，佢都多咗入禁區幫幫手啊，但係密集啊，太密集啊，對方米基爾。都面對了很多對方的一些攔截啦、對抗啦，令到他都踢得，我看到他都踢得幾辛苦，草草地佢都啊，基爾頓同米基爾都見到很多情緒喺呢場裏邊，證明了他哋情緒不好，代表了傑志今場的發揮不好，你看到啦，啲球員你踢得好嘅，你好開心噶嘛，你咁躁嘅，證明咗佢處處受制啦。呢、這個就是那個在身體語言上邊睇到的一些跡象。潘佩軒冇乜表現啊，喺嗰邊，相信係因為對方個防守個空間好少啦，同埋佢喺嗰邊要對住納花靈也同埋徐宏傑啦，係收縮嗰個防守空間，係令到佢冇辦法嘅啊，而且出波都出得唔靚啊，出得波見佢都啊，明加索夫係算喺進攻方面算係比較搶鏡嘅球員嚟噶啦，但係都係受好多限制啊。文尼亞斯唔使講啦，頭先提咗啦，我覺得暫時都要啲時間俾佢，我想再睇多啲佢到底有幾多喺手，睇唔到暫時，啲背身都幾曳下。咁睇下講下啲後備方面啦，傑志後備方面，丹尼路嘅落嚟發揮翻佢應該有嘅嘢咯，佢有起腳射門有嘅。但是對面咁多人血肉長城你打不入咧係好正常嘅。羅伯圖後備上嚟啦，我在直播裏面提過一樣嘢，朱志光換羅伯圖上嚟咧，其實是一個聰明的做法嚟嘅。我頭先較早前提過啦，羅子俊嗰個右閘位被人引出嚟鬥頂波噶嘛，羅伯圖擺喺嗰個位度咧，擺喺個右閘位度咧，同納花靈亞鬥頂，羅伯圖應該唔會太蝕底嘅，咁就會免去咗納花靈亞長期爭頂成功率好高而引致到後防有傑志後防有嗰個空間露出嚟，咁用羅伯圖落嚟咧就可以免去咗呢個情況啦。咁我喺直播裏面提咗嘅呢樣嘢，咁都見到。加上下半場李文控球時間不多啦，所以都在那個位置上邊冇再太多的差錯啊。黃楊落嚟我就不係好明啊，阿大哥落嚟其實我 feel 到佢唔係好入局嘅，仲要控啲波係控甩腳嘅。那個時間掟佢落嚟，我不明白那個原因是乜嘢，或者個功用是乜嘢。咁然之後就艾力士啦，咁都唔加唔到佢好多嘅表現啊。咁啊傑志去到喺呢場去到後段可以話係強弩之末啦，四個字形容傑志。
李文方面啊，赢波嘅球队咧就整体嚟讲个中后场表现都相当之好吓。好，咁啊讲下袁浩俊，袁浩俊呢场都手除，即系佢你叫佢制空要接实个波咧就有难度嘅，但系手除咧都叫打倒出去嘅，咁唔可以话太多嘅挑剔啊。袁浩俊今日都可以接受，而且我觉得反而有一样嘢赞，佢龙门球开得准啊。袁浩俊头先提过啦，佢开个落翻另一个位度开得准啊。成功率都幾高，我記得比較多失比較大的失誤是下半場一球是開出界啫，其餘都多時間開到俾阿立花個頭頂嘅，咁呢個係好事嚟嘅。中場方面啊，唔係中堅方面，馮興話一個高搭住兩個比較矮啲、速度快啲、善於對抗嘅球員咧，今日個配搭係相當之好。徐宏傑其實個防守表現真係幾好嘅，除咗紅牌嗰球之後，其實佢都一定要掹落去嘅啦。如果唔掹，明家索夫就單刀。咁啊，嗰球红牌佢唯有硬食啦，即系因为赢紧波嘛，佢哋系咪先？你话如果输紧掹落去冇意思，但系赢紧嘅话掹落去，可能真系会为球队带嚟三分，而结果佢系成功嘅呢个赌博系啦。冯庆话今日个防守嘅制空力好强、哦，成个叫做中轴线啦、啊，佢对方嘅高佬嘅争顶咧，其实佢成功率都系好高。徐宏杰都劲啊，制空方面。系啦，今日都顶到好多波。咁余伟廉喺个地面嘅防守上边，佢就凭住佢嘅速度同埋佢嘅对抗啦，咁就真系封咗好多对方嘅推进嘅空间啦。咁、因为抵赞，成条防线，我觉得最劲嘅反而系黄俊豪啊，右翼卫叫佢防线啦，都当佢防线啦。右翼卫黄俊豪，虽然佢之后就俾人换走咗，但系好明显。港超如果你而家要揾一个球员单对住明加索夫，仲要系可以令到对方寸步难行嘅话咧，黄俊浩咧，我唔敢话佢场场都得，但系佢呢场做到呢样嘢啊，单对单都好咧，佢都做到呢样嘢，咁呢个系值得俾好多掌声佢。嗱，法灵亚方面啦，你见到佢制空方面做得好啦，咁进攻今日就冇乜机会噶啦，佢平时踢到逆风咁样噶嘛，今日就机会唔系好大。中场方面赚咗噶啦，颜乐峰搭住迪高吓，但即系两个都杀翻好多呢场波里边，尤其是喺中场咧，有啲绕前防守兜过阿基尔顿度啊，兜过米基尔度啊，去截人哋个波呢啲，全部都做到晒。今场咧，你见到颜乐峰同阿基尔顿其实几多对抗啊，喺个比赛里边都困得好紧要嘅，呢、這个咪就嗰、那个。跡象咯，即係見到佢哋今日個防守成功就係咁嘅原因。阿哥斯達，我認為阿哥斯達雖然咧都係第二個入球嘅功臣嚟嘅，因為佢叫做撩走咗個波，然之後帶動到喺左路嘅攻勢。咁但係整體係咪好 fit 咧？我認為都未去到佢最 fit 嘅狀態，係啦，未去到最 fit 嘅，可能可以再好啲，希望佢可以再好啲啦。基维顿同艾华顿前线方面啊，基维顿就串扰到对方嘅后防好辛苦啦，由头先提过周元德啦，係俾佢。都挑戰得好緊要嘅，咁另外就艾華頓嗰邊交咗一個好靚嘅入球啦，咁另外咧其實佢就喺嗰邊咧喺上半場都係噶啦，不斷挑戰費蘭道噶啦，咁令到費蘭道嗰個防守都好麻煩嘅，咁所以總括而言，李文一班正選都交到一個好好嘅表現出嚟咯，大家喺個戰術嘅執行方面，所以點解去到下半場佢哋咁攰，就係因為佢哋執行咗戰術執行咗大半場。即係好集中噶啦，都見到佢哋已經嚇。好後備方面啊，就見到係何西安祖，何西安祖後備落嚟咧，係其實都好勁。見到卡士，即係如果呢個球員如果唔係成日受傷嘅話咧，長期喺正選陣容方面咧，其實個防守真係可以更加好。因為好明顯見到佢一啲位置感啦、防守落腳啦，啲時機好準。下半場試過 block 個明加索夫一個窄角度嘅射門啦，依、這個係表現得相當之好。咁另外就曾錦圖啊。都系落嚟嘅，塞住啲位啦，下半场啊，咁啊表现嘅机会唔系好多，有一球向前传，我略嫌佢传得唔系太好啊，俾加维兰啊，咁加维兰后备落嚟咧都交到啲射门嘅表现啦，咁啊打反击啦，都有啲机会喺个身上出现嘅，咁但系可能去到后段嘅处理，大家都比较急啲，即系哇叫做唔好犯错或者唔好甩波，然之后就射啦，然之后就處理得比較麻麻地啦，去到後段嚇，咁啊，所以整體嚟講咧，就係講完咁多個球員嘅表現啦，唔覺都講咗半個鐘頭，咁襯得上呢場大戰嘅，呢場大戰係值得被談論得更多嘅，因為始終個質素真係唔錯嘅。嗱，比賽節奏方面，可能人人個諗法都唔同，覺得可能下半場有啲拖得耐，或者斷斷續續咁樣，係嘅，呢個都係事實嘅。咁但係你見到兩隊個發揮，同埋見到南區李文，其實佢哋如果齊腳同傑志去前鬥一場嘅話咧，
個差距其實不是想象中大家講到咁大啫，係咪先？啊，即係傑志當然啦，佢要食其他中下游嘅球隊，佢係實食冇黐牙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對住呢一啲競爭對手嘅球隊，亦都唔見得真係食硬喎，亦都唔見得係咁樣喎。咁所以喺杯賽方面可以多啲嘅期待，睇下嚟緊會建構一啲一個點嘅對決出嚟咯。咁嚟緊其實據我記得嘅係咪印象中，李文都會再對傑志嘅喺銀牌賽事，所以 who knows 係咪先四強賽事？如果李文照板主碗嘅話，你點知發生咩事啊？其實上次南區已經差一啲搞掂，所以係幾期待令人哋。好啦，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先啦，多謝大家收睇啦，記住 CLSS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撳翻個鐘仔 share 出去俾朋友睇下啦 ，comment 講下你對呢場波嘅感受，之後仲要 like 埋呢條片，咁就 very good 啦。咁啊，期待下一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希望大家唔好怪我體能不足，有時真係太攰，做唔到咁多嘅片，有時一講兩場波之後咧，呢個人係完全唔想講嘢嘅，呢個係我自己心聲，我想收聲啊自己。好啦，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啊以留言啊，咁啊歡迎大家分享俾朋友睇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